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外星人，就让我们一起飘向光年之外。大家好，我们是自理热议社。好，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配置。那是在我左手边是玉生吉他手，然后鼓手俊平，右手边是贝斯手俊奎，那我们还有一位主唱是伟汉，那他等一下会以比较特别的方式出场，对，他等一下会，对，帅气帅气图，他是空降，他从那个外太空下来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带来这首《让我飘向光年之外》。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我从来不挣扎，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，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，太多难辨真伪，太多纷扰是非，在你身边是谁？飘向北方。喘不过气，都在前面大街跟人潮，总会分为
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们的姐妹社热映社带来。